放心，没事体呀，没屁没屁。刚搿两位侬肯定是没事体呀。九六什么？九六幺幺零是什么啦？九六幺零是阿拉公安局的呀。这个都是公安。我不晓得喏，说明侬搿两天肯定有高危行为哦。没有话说。哎呦，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说，他明天一定会跟你讲的。他说你要提现，明早会得侬讲。需要付多少？比如说保证金。哎，你跟我开视频，我马上要开。就是讲，伊肯开视频了。侬是碰到真的一个了。哦，好啊。哎，你听过缅北吧？不是，真的不是，你们讲的都不是。我需要你接视频，我才能相信你。就期待呀，侬别意啊，搿只打了幺眼里啊。你白相了吧？我讲吧，啥个领导啦？哎，接只视频到外头去。到厕所间里接还可以。我就看看侬面孔呀，跟领导搭啥个啦？不是，伊这不是礼拜六上班，伊拉老辛苦的，侬晓得吗？啊，我接伊电话。接电话，侬接呀，来，喂。啊，来，有点醒了啊，听觉着了吧？